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268出的膝上型打垫板。膝上型打垫板顾名思义，就是在你的膝盖大腿上，你可以非常方便的携带它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扣环，你可以直接把它扣起来，然后旁边带子一拉就很紧，然后你就可以到哪里去练你想练的单点、双点、parallel， 好 ，slam。那如果你要传统式握法一样，很方便。